崔永元曝光冯小刚美国豪宅管道号，中国名人海外房产大起底，王宝强的罪。崔永元自己都没想到，一系列操作产生的连锁反应已经一发不可收拾。这两天火力全开的小崔，当选娱乐圈纪委书记名不虚传。不仅揭露了艺人天价合同、阴阳合同等问题，更是把冯小刚导演在美国的豪宅给直接曝光了。就在小崔发出质疑的同时，著名演员袁立也发出微博，暗讽某些名人海外购买房产的资金来源不正当。真是好大一口罐啊。据媒体报道，冯小刚在海外有两套房子，一套位于好莱坞山上的豪华别墅，2014年7月7日购买，购入价为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200万元。这处房产拥有全景山顶风光以及户外假山泳池的设计，奢华本质尽显。另一套为大型高层公寓，拥有三个卧室、四个卫生间，居住面积约为300平米。2013年10月以2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400万元购入，所有人为冯小刚与徐帆共同拥有。该公寓与丽思卡尔顿酒店毗邻，属于同一建筑。很多网友表示，对于冯导的收入以及家中价值千万的收藏来说，这点买房的钱的确不算什么。但很多人也发出质疑，国家规定每人每年只有5万美元的合法汇款了，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将800万美元在短时间内汇出境了呢？究竟是否违规，相信国家法律相关部门会介入调查，但发现均不妨给大家先来爬一爬那些中国名人们在海外的豪宅究竟是啥样。范冰冰，尽管崔老师表示他已经痛哭流涕道歉，但范冰冰也依然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据悉，范冰冰不仅在北京、上海、青岛拥有多套豪宅，在加拿大列治文也有套百年房龄的老房子。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前往加拿大，颇具生意头脑的范冰冰很早就斥资469万加元，在多伦多大学附近买下一栋7层42套房间的小高层，并装修成学生公寓。加拿大多伦多，这套商业模式受益不菲，范冰冰加大投入，先后在麦吉尔大学、滑铁卢大学、麦马斯特大学、皇后大学、卑诗等大学周边置下了自己的产业，并开设了统一命名为冰冰小站的各个高校分店。许家印，恒大老板许家印作为中国最富之一，曾在悉尼 Point Piper 购买了价值3900万澳币的豪宅，占地1891平方米，5个卧室，5卫浴，7车库。
2015年澳洲政府出台外国投资管制政策，要求非澳大利亚公民或 PR 持有者只能购买新建住宅，不得购买二手房。如若购买新房，必须获得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核委员会批准。最后，徐老板被强令出售这套价值400万的豪宅。周立波夫妇。虽说网友们热衷调侃波波有男八方点赞，但是周立波老师最近在美国被无罪释放了。周老师在美国也是有自己的大 host。根据美国房产公开信息和政府房产登记记录，周立波的豪宅坐落于新泽西 Alpine Shrio West 豪宅区，与纽约曼哈顿隔河相望。这栋三层别墅占地6000多平方米，拥有6个卧室、7个卫生间，使用面积为514平米。室内装修由世界著名设计师打造，客厅层高超过9米。周立波和妻子胡洁于2012年1月份以430万美元价格购入。刘强东夫妇。早在他们两人婚前6个月的时，刘强东已经花了1620万澳币为张泽天在悉尼岩石区的 Rocks 住宅项目 Stamford Residence East 的顶层购置了房产，光是印花税就花了100多万澳币。不过两人根本也太多没时间在这里停留，于是他们决定将这套豪华三层阁楼公寓出售，出售价格为1800万澳币，近1亿人民币。什么样的豪宅能卖到如此之贵的价格，这真是让人好奇。看似简单却又端庄大气的装修风格，不同的房间有不同的装饰主题，每一处细节都设计得相当仔细。落地大窗，又位于高层，好几个客厅，满满的土豪气息。每个卧室也是都被落地窗围绕，标准的海景房，晚上看星星看月亮，早上看日出，也是相当有氛围了。郭德纲。郭老师的报复性时尚性格也反映到他在海外投资买房这件事上。此前他的澳洲豪宅被当地媒体曝光，在2012年他以222万澳币买下了一栋豪宅。注册人之一是 Who Won Die， 实据信息中的出生地点中国天津、生日等来判断，那应该就是郭德纲的妻子王慧。占地面积4009平方米，房屋面积596平方米。这个豪宅里分二层，共有5间卧室、4间浴室和2个车位，室外另有一个标准网球场、一个露天游泳池、开阔平坦的大片草地。房子的外面长这样，不仅有青山绿水环绕，还有端庄典雅的布局。
郭老师也喜欢上了健身。澳洲别墅虽然是一抓一大把，但是这么大能面烧鸡钱的别墅还不是很多的。郭德纲家里面可是有网球场和游泳池的，这规模比豪华庄园丝毫不差。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虽然当红歌手很赚钱，可确实没想到田震老师竟然也这么有钱。根据澳媒2016年的报道，田震在悉尼 Point Piper 花1165美元万澳币买下了一套顶层公寓。公寓建于1913年，占地2569平方米，有三个卧室、四个卫浴、四个车库，还带了个室内游泳池，可以说是相当私密又奢侈豪华，能买下也是体现了他的实力。室内的装修可以说是相当有复古特色。每一款沙发、桌子、椅子、吊灯，看起来就价格不菲，窗外的景色也是很不错的。